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十种基础冲肩基础打法。平肩、偏向肩、翻花肩、双花肩、圆彩肩、单跳肩、前揽肩。三板鞋，但打绳结特别快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时训练所致。在日常工作中，比如说大型救生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下去专业的潜水员进行救人，在他腰上系一个单跳结作为保险手套，所以说我们打绳结一定要迅速，要快。